今天要给大家吐槽一部剧情几乎没有，特效也是扎得漫天飞舞的山寨怪兽电影。故事的情节大概是这样的，米国的某家公司正在进行海底矿脉的勘探，正在工作的无人潜水器受到了神秘生物的袭击，当场炸机。这家公司的老板某个土豪就打算带着工作人员去实地调查，环境保护部门也派了科学家去监视他，按理说能够让老板都亲自出动了，一定是个大买卖。但是你这艘船也太破了吧，而且你们公司从上到下就三个员工，确定是什么正经公司吗？然后他们从地层扫描图里看到了海底火山有异常状况，就决定用潜水艇下去看看。我的妈呀，这艘破船上竟然有个潜水艇，我怎么就这么不信呢？而且这个潜水艇的内部构造也太简陋了吧。结果当他们乘着五毛特效的潜水艇来到海底之后，发现这里竟然有一头体型巨大的怪物，还一言不合就直接把他们顶回了海面。而且从怪兽的行动轨迹上看，它应该是朝着陆地的方向前进的。没有办法的土豪只能联系部队采取紧急措施，然后空军的飞机就直接发射了飞弹，结果却毫无用处，还让它流出了滚烫的岩浆。就连前来支援的核潜艇也被轻而易举的轰爆。为了打败怪兽，土豪决定从神话中寻找指引，然后就打算派人乘直升机去寻找某个教神话课的大学老师。这部电影的编剧脑回路真是山路十八弯，经过一番辛苦的寻找，终于在一个山谷里找到了老师。 Oh my， 教个神话课也有必要把自己搞得像个巫婆一样吗？这也太拼了。谁知道老师真的认识这头怪物，还说他是来自地狱的使者，每次出现都代表着文明的毁灭，人类是无法对抗他的，只能唤醒他的天敌才能对抗他。而此时的怪兽正在前往陆地唤醒火山毁灭世界的路上，就算海军的声波武器也对他毫无用处，就连航母也被触手云淡风轻地劈成了两半。然后土豪打算做出最后的抵抗，他打算用无人机把精心设计的生物炸弹送进怪兽的嘴里，但是海军指挥部的将军觉得他不怀好意，就打算派人去阻止他。结果在炸弹运输的关键时刻，网线被切断了，炸弹也失去了控制，土豪也被抓了起来。我说你们控制中心从头到尾只有两个人也就算了，就连海军陆战队也只请得起两个人，穷剧组真是让人蛋疼。结果炸弹还是爆炸了，怪兽也被当场炸翻，但是受伤的怪兽开始不断产卵，竟然孵化出了形态完全不一样的飞行怪兽。我，你一个海星一样的怪兽幼崽竟然会飞，世界真奇妙。然后怪兽幼崽大军开始朝着火山飞去，就连五毛特效的武装直升机也无法阻挡，抵达之后立刻就开始唤醒火山。逃过一劫的土豪正好遇到了神话老师，老师告诉他怪兽的天敌在怪兽岛上沉睡，必须用怪兽的血液才能唤醒。虽然这一切听起来像是在扯淡，但是土豪还是决定试一试，于是就带着一枚还没孵化的怪兽卵朝着传说中的怪兽岛出发了。结果还没来得及把怪兽卵丢进祭坛，幼崽就孵化了，连直升机都被拖进了海里。他们只能用活体诱饵战术把怪兽幼崽引到了岸上，却误打误撞地唤醒了怪兽天敌。紧接着正在逃跑的土豪被一堆石块压住，突如其来的狗带。可是怪兽天敌终于苏醒了，他庞大的体型和刚才的那头怪兽有的一拼，只可惜特效还是只有五毛。那头怪兽幼崽还想追过来，却被怪兽天敌一巴掌拍死。听到同伴呼唤的幼崽开始倾巢出动，朝着怪兽岛前进。而此时更让人惊讶的是，土豪竟然又不狗带了，爬起来强行围观世纪决战。只见一群怪兽幼崽围着怪兽天敌不断的飞舞，突然之间怪兽天敌口吐芬芳，然后群演就欢呼他赢了，哦耶！这是什么鬼啊喂！就在大家都以为电影结束了的时候，那头已经狗带的怪兽竟然也没有狗带，还长出了一对翅膀，从海里原地起飞，从后面袭击了怪兽天敌，用触手把它死死缠住。在这突如其来的攻击之下，庞大的怪兽天敌也倒地不起。最后土豪决定再帮怪兽天敌一把，就用怪兽幼崽的血液制作了弓箭射向了它。然后奇迹出现了，两头怪物在剧烈的爆炸中变成了一座石像，世界又恢复了平静。真是无聊的电影，大家还是不要看了。好了，今天就先讲到这里，我是柯达电影，看在我这么努力挖掘电影的份上，就关注我一下吧，么么哒。